所以你就用那个十二头一个零零零。不是，好可爱。一个先生他会肌肉，一个零零。一个先生他会肌肉。一个红酒番茄对不对？牛神炖饭。那一餐呢？一人就选两个。各一个。各一个。各一个，红茶冰的，热的。热的，这种是你最讨厌的，旁边都糊掉了。还有那个、啊，就跟那个呛人的那种的，会自动摆。昨天妹妹在跟我在树上睡觉，嗯，然后她就说，我就说你看她戴那个，看我眼睛去看，就说她有点像爸爸。嗯。嗯，你要讲像妈妈比较好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像妈妈比较可爱呀、啊。你要讲像爸爸会比较漂亮。可是我觉得你比较可爱耶。然后就在对面跟我说，可是我觉得你比较可爱，我想要像你。小朋友就不懂事。这是牛舌，那舌头怎么那么大？感觉像，可能像牛肉吧。然后这舌头这样子，像是那个鸡肉，就是说，像是肉肠，在线上买的。妈妈 ending 了。喜欢我的一线之光，好了。喜欢你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我哈，记得按下小铃铛可以收到通知哦，拜拜！嗨，记得订阅我。